什么？没，我没叫。不要跟我玩这些烂梗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身份证我直接给你。哪里人？中国人。谢谢你。具体一点，哪里的？我不是把身份证给你了吗？你不会看是吧？咋面试你？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。学历？小学毕业。你这学历有点低呀、啊。还有恐高。那你能吃苦吗？一半吧。一半啥意思？我能吃，但不吃苦。我工作经验很丰富，我干了十几家公司。你这些公司对你的评价怎么样？还好，就是每个公司待个一个星期嘛，他们都说这个渺小容不下我。那你觉得你的优点是什么？优点就是又高又帅。好好说话啊！不能动手动脚吗？那你缺点是什么？啊，高的不够明显，摔的不够明显。四级考过了吗？过了。优秀啊，考多少？没考过。你刚不说考过了吗？考过了，没考过。不来。过来，好好回答。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？有，你们的待遇怎么样？我们这第一个月1500，三个月后4000。那我三个月以后再来。啊。因为以前我不干，三个月以后4000。幽默啊！那你要是在我们这里干，你觉得你能干多久？干到你们公司倒闭。滚！不是，也可以干到没有倒闭之前。盘点被逼疯的面试官。你们是来面试的吧？啊，不，过来请你吃饭来了。最后你怎么是肯定面试呀？你们之前都做过什么？我做过火车、汽车，我还坐过飞机呢。我还坐过坦克呢。我是问你们之前做什么工作的，又为什么不干了？啊，我之前的工作所有人趟着我站着，心里不公平，所以没干。你是做什么工作？看父母的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没事干，周末基本在休息。这样吧，在这个房间里你们找个人介绍一下，让我看看你的销售能力。这位是白毛毛，头发是白色的。来，停停停，我是让你介绍一个具体的东西啊。东西？哎，干嘛？你们有什么技能？我们既能睡，既能吃。你们擅长什么？我们擅长适当的时候说不行。举个例子。不行。来干什么呢？应聘。什么？应聘。什么？应聘。应聘什么？啊，我应聘什么？我的。算了算了，之前做什么的？做人。不是，你之前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看你简历写的之前很热爱工作，是为什么呀？穷。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公司的？导航。我们是问你是通过什么来到我们公司的？共享单车。滚。我看你的理想年薪是100万，你怎么想的呀？我现在200万你们也给不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来公司还有什么愿望？有可能的话，我想当个老板。你疯了？疯才能当老板吗？滚！滚！可以当老板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。为什么来我们公司面试？因为我要找工作。为什么来我们这找工作？因为我没工作。我意思是你找工作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？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。其他公司也在招人呢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呢？那我总得选择一个。我是在问你为什么。因为我不能在两家公司上班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是问我们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过来。因为你们在招聘。好，那这样你要应聘的是什么职位？一字不漏的给我说出来。销售。那就对了吧。对了啊，那你来做销售会为公司带来什么？一个新员工。新员工我知道，我是说你这个新员工跟公司其他销售老员工有什么不同？销售方式不同。哪里不同？销售方式。我明白，我是问销售方式哪里不同。方式不同。我知道，我是问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不同。销售的方式。啊，you
身份证。姓名。叨叨。年龄。24。30。出生地。医院。我问你是哪里人。母亲。家庭成员。矮丽。成员关系。关系还好。这个矮丽是谁？我爸爸。是你爸成员关系怎么可能是还行呢？我跟我爸爸关系还可以啊。成员关系是你跟你爸有什么联系？哦，手机联系。有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？我买饮料的时候获得过，再来一瓶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先回去吧啊。到时候我们通知。我手机呢？你再把我手机拿走了，给我送回来。出价吧，多少钱？你面试通过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面试还迟到？你是哪里毕业的？北大。期待，期待你发。是北京大学哪个专业的？哦，是北大青鸟职业技术学院。之前做过哪些工作？氢氧原子结合物远距离输送工程师。期待，期待你发。具体是做什么的？哦，送水的。那你的期望薪资是多少？1500一个月。期待，期待你。那你的要求不高啊。哦，英镑。那你在工作上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吗？我带领的团队曾经让公司的额外收入增加50%。期待，期待。那你做的是什么项目啊？哦，我们经常迟到被公司罚款。